啊，谢谢主席、各位委员，还有主委、各位政府官员、媒体朋友、工作同仁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请主委一笑。有主委请。江委员好。主委是。这个关于你到这个立法院哦，到我们这边来这个就地重游了。是。我在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令尊的很多教科书啊，都是我这个拜读的。这个大作哈，非常感激哈，谢谢，那写得非常好，谢谢。那当然我们现在经建会啊，大家都了解到，他在这个行政组织法这个改造改这个改组以后啊，他会把这个研考会啊，嗯，还有把公共工程委员会都并入嘛，哈，谢谢。那我要先请问一下哈，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哈，嗯，我们经建会它主要的功能哈，就对于这个经济的一个振兴嘛，哈，是，公共。啊，这个方面的一个提升嘛，哈。是。那假如说到这个101年嘛，哈，大概是把它这个整并以后，哈。嗯。那经建会对跟这个公共工程的结合啊，以后经建会的对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对，我现在这个部分呢、哦，我想我这个先讲一点我粗略的部分，因为这个部分我接触目前的话不是特别的深。不过就是说，因为现在经建会也是因为既然是做建设，所以。各部会所提出来关于基础建设的这个预算的话，其实现在都是经建会在负责协调，所以我想这个组织改造的一个用意，当然就是说，既然是经建会开始有在就是参与和协调，那就把工程会的也是合并在一起。那经建会虽然做了先期的规划，可是当然后面是各部会在进行，然后研考会再来监督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，所以现在就合在一起的话，就是从等于上游到下游全部好都会，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用意。对啊，但是公共层面你晓得现在哈，嗯，虽然是我们现在换主委都非常认真了、啊，是，但是其实到目前来讲的话，政府有很大的困难的这种这个情形，嗯，好像他的这种这个前线哈，只能去讲一讲讲一讲啊，哈啊，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啊，有没有办法对他做成怎么一个情形啊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公共工程啊，嗯、就因此而延宕，啊，很多 BOT 的这种这个情况都是一样嘛。是，我们希望说啊，他并入这个经建会以后啊，经建会去。啊，这个就是说以后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了哈，是经建会叫做国家发展委员会嘛。那希望啊，真的说对我们这个所有公共工程哈、哦，嗯，真的能够哈、哦、好好的哈、哦、去掌控哈、哦，希望它的工程的品质，希望工程的进度、嗯，希望工程在各方面的浪费的这种情形啊，能够有经建会啊做一个比较啊、这个当然现在目前来讲，我们的矿主也是蛮认真的啊，但是我跟刚才已经讲过，它的这个功能哈、哦嗯，不是非常的能够。啊、作为一种这个他的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啊、一个基础了哈，所以他有时候就是有点力不从心的这种这个状况哈。那我想这个哈、哦，我们希望说，国家建设委员会啊，以后要能对这个哈、哦、好好的去怎么思考，对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很重大的，有规划，但是没有办法去做整个一个控制的话，这个像你刚才讲到有这个研考会的这种这个情，那是事后的一种情，那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你一定要有公共工程这样的一个功能啊，去做一种啊一个疏导啊，一个追踪啊。我想这个是不是请这个主委啊，能够对这个方面哈、哦，因为马上到了嘛哈、哦，嗯，希望能够以后有一个报告啊，能够把它这个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报告给我们了解，好，可不可以？好。我会做一个报告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提供给江委员。对，然后刚才江委员提到的，就是除了这个政府的预算去做的公共工程之外，刚刚江委员也提到这个 BOT， 我想包括这个 BOT 的整个的招标的过程的这个公开透明，然后公平，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会合在报告里面一起跟江委员做报告。现在目前来讲，这个 BOT 啊，就是成功的非常少了，是，包括我们的高铁一样的，包括我们嘉义的这种这个铁道的情形哈、哦，嗯，都是 BOT 的这种情况，它都是很少可以成功的了。这个恐怕也要真的要检讨，是不是我们这个出去以后啊，政府都没有再辅助这个所谓啊这种这个 BOT 的承包的这个厂商哈、哦嗯，希望他能够好好去发挥嘛。我看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好像并没有非常的认真呐、啊，就是说你把它 BOT 放出去以后，好像我就刚才人讲我是一个老大，那你就是听我的，我叫你这个给我这种这个互相的这种这个能够相配合啊，他。有时候都不理睬，嗯，不理不睬的这种情形。我们中文大学来讲的话，你会看到我们 BOT 啊，嗯，那这个这种这个这个花包出去以后啊，因为大概这个地上钱呢、啊，要去由这个 BOT 的厂商去这个融资嘛，是。那融资以后，他后来跑掉了，嗯、跑掉以后，这个兆丰银行啊，他就卡住我们中文大学啊，嗯、你中文大学这个地方不能再做，从95年到现在哦，我们的钢筋也都坏掉了。那么融资钱就拿走了，是。
啊，钱他跑走了，他我没有还没有做钱给他了，就是自己弄个双哦，没有办法做了，他就跑走了，因为那时候钢筋升得非常大嘛，那就跑走了嘛。那赵峰就叫我们。就要怎么样去护持这个责任嘛？我们怎么一个学校能怎么护持这个责任？所以这个都要检讨。是是，哎，我想 BOT 有很多要检讨，我会放在一起。好的好的。BOT 以后只要要做，真的使它成功，不然就会掉。是是，不要说很寄望这个不要钱无中生有，然后到时候没有办法去做，是好不好哈？好好好。那另外哈，哎，这个时间上关系啦，这个诸位。是南北韩的这个情势啊，现在你都了解嘛？什么时候发生战争不晓得了哈。对，两边都在喊话了，那又在协调，也在喊话了哈。那我们看到说啊，韩国在这几年的这种这个发展呢、啊，它比我们快速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我们很快速了哈。虽然在目前的这种这个预测里面说，以后我们是四小龙，什么哪一个方面是比较好的？但其实来讲的话，韩国它有很大的优势的地方了。那现在目前来讲，你会看到报纸上里面有这个报道啊，因为这个。两韩的、啊、这个经济啊，不，这个现在这种这个非常紧张的情形啊，很多的采购啊可能会到我们台湾来啊。那我请问诸位一下哈、哦，假如说这个情形继续发展下去，就算不要战争了，我们不需要它战争了，但是它这种僵局啊一直下去啊。你认为说啊，对我们这种这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哈、哦，有没有很大的帮忙？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样的一个优势，引导到我们台湾来这个生产？我觉得其实，除非它的这个状况真的是持续非常的久，或是变成非常的严重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订单我们要希望说接到从韩国转过来，也不是那么快速，也不会是那么大量。最主要的原因是说这些订单都不是三两天可以改变的。所以如果人家预测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过一阵子就会过的话，我也不觉得说这个转单的几率会那么的大。那导致负面的部分是说，因为这个国际的资金会普遍的会认为说，哎，亚洲可能不太稳。那这个撤资的部分，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这个伤害了。所以我想从台，即使是从台湾的角度，我们还是祈求说这个两韩是没有事，是最好的。像我们的这个股票就大跌200多点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般的小市民啊，就一个人就损失几万块。对，因为完全小市民完全莫名其妙就在互相下面来就没了。但是话又讲回来了，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了哈、哦。但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局势哈，能够引导我们这个台湾呢、啊，在这方面哈、哦，可能会更赶上这个韩国的这种情形。这是一个机会嘛？是，也是一个机会。对哈、哦，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东西比韩国是做法上。税啊等等是比较好，所以我们会努力利用这个部分。这个时期哈、哦，好好的哈、哦，将我们这个经济啊再往上提升一下。好的，好不好哈？好，会努力的。那另外哈、哦，就是说我讲到这个降低这个失业率了哈、哦，是这个降低失业率当然是非常麻烦的。我们总统也讲说啊，要降低到5%啊，拯救我们的这个院长啊，恐怕也是不是那么简单了、啊、哈、哦。从这个98年8月的6.13%了、啊，到现在99年失业的5.39%了、啊，是。那这个0.39%要把它降下去哈、哦，诸位你认为有可能吗？我认为一定要努力，可是六月因为毕业潮这个又其实5.39%在六月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不容易。可是既然定了一个目标，我觉得有目标还是非常好的。对，没有目标连努力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努力。对，但是我想说，有时候一个目标哈、哦，是他做事的手段有时候是怪怪的啦。是，你像现在教育部有讲说哈、哦，六月毕业以后啊，每个人去当兵啊，但是当兵的话就不算失业嘛。对不对？会降低这个失业率啊！哎，那主委，你认为现在这样好吗？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做法啦。真的根本上，我们当然还是需要有这个中长期的这个配套。啊、那这是短期吸收人力的一个做法而已啦。我是觉得这个、哦、就短期好像是在玩那个加加酒一样的哈、哦。哎，现在要毕业了，赶快啊，你去当兵啊，那就没有说这个失业潮，像刚才主委你所讲的嘛哈、哦，六月失业潮就出来了嘛。但是当然很多人就业了。但是就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找嘛，那你好，你没有办法找到，那、啊、你就赶快去当兵，是，那当兵就不算嘛。对，不过因为解决失业也是中长期的问题，有一些短期的因应措施，我想也不是单是台湾有啦，像美国现在失业率就是10%嘛，也是推出很多短期的措施，至少先吸收一些这些人力，让他不会说毕业就没有工作。对啊，当然我想这个是不妥宜的哈，不是很好了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对，不是长久之计，也不是根本的。是啦，我们一看就想，我不是学经济的，没有像你学经济，我都懂这个，这个根本就在好像有点唬人的这种这个情形哈，但是不是很好了哈、嗯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哈。我想我们这个有关这个失业率啊，因为这是蛮大的哈，我们希望说共同努力哈，希望我们这个增加这个，因为我们经建会啊，可以这个是龙头嘛，能够铸造很多的。啊，这种这个就业的机会出来，像以前这种这个很多，像美国总统的这个啊，这个新政策等等啊，哈，那和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就业就增加出来了。是，啊，刚才所讲的就是很多啊，什么是传统的这个产业，恐怕也要是传统产业啊，服务业 啊，那个都是很多人啊，是，啊，使这个真的是失业、啊、能够往下降。
啊，不然现在很可怜呢，现在很多人真的找不到工作，是是是，好不好？哎，好的。好，那另外就是说哈，在最后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当然是我们希望说节能减碳嘛，是。哦，里面有所谓这个绩效审议小组的，是六月会这个，六月这个小组就非常好哈。是，但是有关于这里面哦，所谓这种这个营建绿色新景观跟这个的补给跟补给这个绿建筑啊，这怎么去做啊？这个有没有很大的去这个执行的这个功能会出来？对，我想现在六月的绩效出来以后，其实是希望以鼓励的方式，就是对于每一个细项，就是会有具体的定出来。哦，我看到现在只是讲一个大纲啊，哎，现在是有纲没有本啊，有纲没有本，像我们一纲一本多纲多本的这种情形，现在要考纲啊考本不晓得，所以我想这个主委刚刚来嘛哈，是，我想这个绿色建设啊，就是会节能减碳非常重要，是，啊，所以我们想说这个哈，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呐，能够在这个主委你的这个努力之下哈，使我们这种这个节能减碳的政策啊，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推动。虽然我们现在目前在国际基础上来讲，很多节能减碳，他也不给我们参加嘛。但是我们不能自对，不能自觉于外，自觉于外嘛，是是，我们还是要努力哈，是是，好不好，要会的，好，谢谢。